我们都知道 SJM 有一首歌呢特别适合在今年唱，哎，因为今年2008年是我们中国的奥运年，所以他们送出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The One， 掌声有请。总能忍一切挂想，要坚强，生命是能量。别感觉彷徨，别放弃梦想，到终点孤单现在只走在手上，答应你自己要让灵魂去主张，有多久你还是不放，要迎着风浪，将空所有胜利的勋章，要身体力行，不能空洞，要用行动换取前行，你要实心中的愿望，有天花怒声能彻底将你解放。 You are the one， 黑暗的迷惘，因为有了你，迷失总找到方向。终点不远，现在只就在手上，带领自己要让灵魂去主张，有多久你还是不放，要迎着风浪，将空所有胜利的勋章，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要用行动奋力前行，你亮起心中的愿望，有天欢呼声能彻底将你解放。 You are the one， 黑暗的迷惘，因为有了你，迷失总找到方向。
谢谢 Super Junior M 对我们这个中国奥运的祝福。在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个一百天的特别日子里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 Super Junior M。那其实刚才有几个人已经个人秀过了，对，现在又轮到新的人来进行新的表演，想看谁？没错，说什么的都有。我听见东海的声音了，没错，真的是他。欢迎东海给我们带来舞蹈表演。谢谢东海带来这一段舞蹈秀，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龟贤。你的无情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沉醉，不让你的温柔彻夜未
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与寂寞深邃，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今天就有一位很特殊的人要读一封他用中文读一封他给所有歌迷朋友的信，他是谁呢？立旭。好，来，有请立旭。立旭，这样好不好？因为现场其实呢歌迷非常的多，立旭待会儿会很安静的念出这一段话，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安静的用心的听，好不好？来，大家吃饭了吗？我呢已经吃饭了，真巧妙吧，没想到我们这样会见面，也没想到跟今天一样的机会来，虽然我不太了解中国，可是有亲切感，通过韩庚哥更加喜欢的国家中国，但在中国正式开始活动之前不太了解，可是现在呢在中国的世界很开心，谢谢大家。有一个歌迷给我以后可能不能见立旭，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得好好工作，应该会很忙啊，虽然很难过，可是向着立旭会加油，今天这样来支持我们真开心，也很感谢大家。我是 Super Junior 的立旭，我是为你们会一辈子唱歌的立旭，爱你们，真的爱你们，真心爱你们，立旭。谢谢，快哭了。谢谢立旭，立旭的祝福。